朋友们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我的个人频道，我是明哥。今天是2023年的8月13号星期天，这里是中国安徽，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整啊。首先感谢各位的打赏啊，感谢一个粉丝朋友叫江儿的朋友打赏了50元。还有叫小草的朋友，后面还有一个字母啊，两个字母啊，我就说小草吧。感谢小草这位朋友打赏的50元啊，非常感谢。那么昨天呢，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朝熟见物懂静，这个懂静的感觉，懂静的途径是怎样的？喜欢的朋友呢，可以看一看昨天的那个视频。那么有朋友说了，既然明哥说了这一句话“朝熟懂静而阶级神明”这一句话，那么有位朋友说呢，能不能聊一聊神明、阶级神明是啥意思？这个还真是一个好问题。其实，但是呢，对多数人好像意义不大。因为明哥聊太极不谈理论，只谈实际。这个神明要不谈理论，你还真没办法聊，真没办法聊。那么我们聊阶级神明这个话，凡是练习太极拳的、学习太极拳的，大多数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啊：由朝熟而懂静，啊，进而阶级神明。那么阶级神明，阶就是阶段的阶，级是及格的级，阶梯一节一节一个凳子一个凳子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往上走，就阶级达到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向上到，这就是阶级的意思。阶级神明，那么神明呢，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面，神明指的是这个有超人的智慧的一些神的一个总称。在宗教里面，它指的就是一种能够创造万事万物的那个东西啊，它还指的呢是一种智慧啊，智慧啊。它另外还有一个一层意思，是指的具有那些大智慧的人或者那些东西，有些神仙呀什么东西啊。那么在太极拳这个领域里面，阶级神明的意思呢，这个神明指的就是有大智慧、大的能力的、超能力的太会太极拳，在太极拳里有超能力的这个人，就是在太极拳里用这句话“阶级神明”，这个就是说，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到太极拳的超乎常人的那种大的能力的人的那个高度，它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里边，我们明哥聊太极不谈理论，只谈实际，实际谈啥？这个实际只能谈怎样你能阶级神明，我没去到，你没到，他也没到。那么我在这里呢，聊一聊明哥我自己的看法。我首先我们不能到，但是我们要无限的向着阶级神明，向着神明的那个位置靠近。我太极拳练到那个神明的阶段，我达不到，但是我要向那个地方靠近。那么怎样去靠近，这是我们可以聊的。怎样的靠近那个神明那个阶段，靠近那个神明那个阶段，我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法，才能是真正向神明的阶段靠近。好，在这里明哥聊一个我的感受。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有一句话大家不知道，有很多有文学功底的人很可能会知道这句话，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句话，积少成多的积，善就是善始善终的善，善人的善，做善事那个善，善意的善，积善，积我们做的好事积累多了，积善成德，它就成为什么？成为有道德。我们说这个人是有道德的人，德高望重，这个德高，我们这个德要高，就要平时积的小善一点点积，积善成德，成了德以后，这个德高了，然后而神明自得。你要想得到这个神明，得到这个神的护佑，得到神的保护，或者是达到神的高度，你必须要怎么样呢？首先要有德，德怎么来？要积善，所以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你积善成德了，你才能真正得到神明。这一点我的体会是这样，我在太极拳的这个领域里边，那么我们说你怎样积善，怎样成德，你怎样才能那个神明，你才能 自然的得到。那首先来说，你的德，那你就是说，自古以来，武功好的人，大多数的人品行都非常好。这是指的是所有的拳术，包括外家拳，所有的高手，大多数，但是个别的武林败类那也是有的，对不对？我们不能一刀切，但是我们从主流的方向来看，你不管从古代的文言小说，古代的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看也好，从这个民间的传说也好，高手都是能够有着很高的品德，人品非常好的人。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你看，这就回答了刚才说的积善成德，神明自得。他这个神明就自然的得到了，他自然的就成为一个高手了。那么在这个，但是不那个招式什么的，那个怎么练那个不谈，我们谈这个神明的阶段，对不对？那么再回过头来再聊这个神明的阶段，我们要想靠近神明的阶段，我们这个太极拳的功夫已经有了很高了，但是我们要靠近神明的阶段，你只去练武功，只练就太极这个领域来说，你只练太极本身，你永远也靠近不了阶级神明，靠近不了神明，不要说你神明自得了，不要你说得到神明了，你连靠近都靠近不了。这是为什么？你光练那个功夫本身它已经没有用了，它已经没有用了。那就是在昨天还是前天，我不知道我聊的大家有没有记忆，我说开车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心态要好，心态好了你不慌，什么操作都能记得，你细慌，你的心态只要一乱，你那个车的操作就一定会乱。聊了这一点，就是我考过试回来聊的这一点。那么从这一点上看，就是德也是这种东西啊。具体的这个例子举的不一定恰当，这个德其实跟这个也类似。比如我们在练这个武功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天下第一，想的是报仇雪恨，想的是争强好胜，想的是争强斗狠，想的是偷抢爬拿，想的是这个干坏事，想的是武功好了去干坏事。你再刻苦锻炼，你到不了神明那个阶段。这就是德，武德，这个武和德，你看武德这两个字怎么放在一起了呢？那就是有武，这个武要和到神明，你必须要有德来配，德来配。那么谈聊到这个方面，你看在不管是太极拳了，你在各个领域都是一样。有一句话叫德不配位，
什么叫德不配位？你当一个大官，但是你的德没有到啊！你看好多当官的，因为贪污腐败，最后被枪毙、被判刑，为什么？啊？因为他德不配位，他位置他的德没到这个位置啊，他的身体他的肉体到这个位置啊，他通过这个其他的手段得到这个位置，但是呢他没有德去配，德不配位。好，那么回到太极拳上也是一样，你太极拳功夫你练得非常好了，但是你要靠近神明的阶段必须要德来配，没有德来配，你不管你怎么苦练，你也达不到神明的阶段，达不到神明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今天我聊的核心就是一个，要说什么是神明，第二个怎么才能靠近神明，就是要修心养性。要修德，要修你的德，多做好事，这样你心无杂念，你天天讲一句假话，你心里想着下次再讲要一百句，说一句谎言要用一百句谎言来圆这个谎，你哪有心思练功呀？你心无杂念，你在这，我在这讲话，我心无杂念，那我就本身这个气息气机气血它都是很正常的呀，很正常的呀，对不对？那这个正常的这种运行，体内的气的运行，它就是一种德的配着它的，有这个德配它，它才行啊。那么你心里老想着怎样骗这个看，哎，我怎样来欺骗这个收看我视频的人，我讲的越好，越骗的越好，我就能骗很多钱。你心里有这个杂念，然后你说的是假话，好，那么你在这个阶段你身上的太极的自然的东西就没有了。那我现在说的是真话，我现在站在这里，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只要说的是真的，那我没有到神明阶段，那我是真的呀，我真没到神明阶段呀，但是我知道像神明阶段靠近这个途径是靠德来配的，哎，我知道，那我就这样说，那我就自然，我自然，我的呼吸也自然，对不对？那我这个身体的运动，那我那天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就是说你在打套路，你打三个小时，我从早从行走坐卧都我都是太极的状态，我行走坐卧都是太极的状态，我到你有我练的时间长吗？你还是没有我练的时间长。那这就是要德要配位。好，那么关于阶级神明这个解释，我的水平，这我的经历，我只能解释到这里，我只能解释到这里。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不一定恰当。我在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忘了，我跟一个小朋友打架，因为在那个时候打架不知道他是道德不好，在那个特殊的那个动乱时期，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概念，这个打架呢，这个我是当时是没不知道这个什么德不配位，怎么这都不知道的。那么这个人呢，他来打我的时候呢是很凶猛扑上来，可是我不想打，我不想打，哎，我就说你打我干嘛，我这歪一点上一点，他一头扑到地上以后，这个楼，这个当时那个是很小的楼，那个我们小时候那楼就两层，很小，那个楼的那个地脚线地这个墙的那个拐子头就差一点点就撞到那个上面，然后我其实没有做反抗的准备，身上肌肉都是松，
我都不没有伤大家。那么这个事情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为什么印象？一个印象就是因为他这个印象深的原因是我很害怕，那头要撞到墙上，那个撞死了怎么办？害怕。一个的印象深的原因就是我很着迷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当时就能这么样呢？后来年龄大了以后，后来通过推手，然后其他人老师说的什么移形换位，移形换位，移形换，我这个位置换掉了，这个位置让给你了，所以它是空的，当时不知道啊。那么从这里刚才回到这个德要配位，因为我当时要想和他打架，就没有这个移形换位的这个动作，我当时要做反抗的准备也没有，我实际上就让他，我不想打，我不跟你打，那这就是一个德。德就配了这个位。这里我首先说明，我不是说我阶级，我是到了神明的阶段，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举这个小例子来解释这个神明的意思是什么，怎么样达到神明，或者说怎样靠近神明，是讲的是这个东西。那么今天的视频，大家虽然说没有学到实际的东西，但是你就听懂一点，练习太极拳要想功夫深，必须要修身养性，修德。这个德包括口德，你骂人呀干嘛的，这都是不行的。你没有这个好的德，你是太极拳想到高深的境界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我的体会，不是这东看西看书那些看视频，不是的，这是我的体会。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转发、点赞、收藏、关注，谢谢大家，明天再会。